电视台到溪口录影，发扬当地客家文化。新闻一开始要来看南亚大会后续报道。南亚塑胶家己厂大会，家己市长黄炳辉要求环保局持续严密监测空气品质，除了伫兴安国小的空气品质监测站定点监测以外，同时要求环保署协助派遣空气品质监测车进行移动式的监测。今仔日上午，黄炳辉亲自到指挥宫监测现场来了解状况，同时提醒民众气候无好，空气的品质较歹，大家尽量减少外出，也则是挂口罩来防范。发生伫咧三号的南亚工厂大火，不只是将占地2000多平的南亚自工纸工厂烧到只剩一堆的废气。伫咧火烧过程当中，不断来传出一阵过一阵的浓烟，惊吓邻近厂房的嘉义市民是十分的忧心。嘉义市政府在第一时间动员相关单位启动安全防护网，严密来监控。协调环保署派遣着空气品质监测车进行移动式的监测，负责嘉义市空气品质监测站的定点监测。在监测车转往嘉义县市管之后，嘉义市政府紧急协调环保署派遣另外一台的监测车进驻嘉义市，在市民间进行24小时的监测。那这个是我们会，它是定。但是可移动的，像现在我们就放在离这里比较近的，就安大溪厝这里家。然后下午我们等一下，因为24小时监测之后，我们会移动到兴安国小，因为那边民众比较密度比较高，而且很多孩子在那里。我想这些的监测24小时的监测，让我们更稳定的、更可信的看到它到底是有没有问题。针对着民众忧心空气品质和相关农业再生的问题，嘉义市长黄炳辉强调，如果有异状，嘉义市政府将会马上应变。同时嘛，请民众有任何的疑虑，会当卡迅速转线0525-1775，环保局将会统一受理。如果有收集到乌合，或者是污染物，嘛请保留证物，嘉义市政府会协助检验。必要的时阵会进一步协助救伤。最新新闻，蔡明道、王小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